宝可梦随乐派终于上市了，蓝地尔宝可梦自然科学研究所。大家晚安，我是无界。应该要说早安哦，虽然我现在在玩的时候是晚上，但影片发布的时候应该是早上了。宝可梦随乐派等好久了，伊布啊，那这伊布可以带着走吗？哇，毛茸茸的狗狗，这是什么狗啊？哎，你们名字怎么都是问号呢？我知道是博士与他的助手阿进博士。嗨，很高兴见到你，欢迎来到蓝地尔宝可梦自然科学研究所。我的名字是阿进。目前我正在这座弗罗雷岛上研究宝可梦及自然环境。博士还打算调查完蓝地尔地区里其他所有的岛呢。从来没有任何人调查过哦，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。你是不是忘记威克多了？啊，对哦，你也有读过冒险家威克多队长的故事吧？没有，没读过，这是谁？不过呢，这是100年前的事，太久了吧，所以博士还是很厉害。谢谢你啊。看他的语音不是全语音的，这是我好友的女儿丽塔，她是利用学校放假期间来这里玩的。博士不是来玩，是来当助手的。啊，的确啊，谢谢你总是帮我。那么在我说明这次的体验会之前，我们先进去研究室休息一下吧。赞成，那就由我来带路咯。可以帮我泡杯咖啡吗？哇，那椅子好高级哦。那么我要正式说明咯。我们在这个荒郊野外盖一栋豪宅的感觉哦。蓝地尔地区和其他地区一样，也栖息着许多宝可梦，对吧？借由拍摄这些宝可梦去更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态与大自然。这就是这次体验会的目的。体验会哦，在晚上说不定还能遇见发光的宝可梦呢，那真的很漂亮哦。那么我现在就把这台调查相机给你了。哈哈，看起来是 Sony 的，是不是？我也有一样的相机，队员之间还能用它来通讯呢，请多指教咯。哈哈，这是有通讯功能的相机，而不是有相机功能的手机哦。这是调查专用的相机哦，除了拍摄还有通讯和分析资料的功能。哈哈，它也是你的 ID， 所以要好好爱惜哦。 ID 哦，红色的。哦哦哦，我也被吓到了，因为手把震动了一下。是不是很厉害？我现在看不太出来哦，那是博士开发的哦。啊哈！天哪，你要不要直接去苹果那边上班呢？用法可以让我说明呢？那么就拜托你这位助手了，我先去准备其他事情。好，来，我们快去外面。他来的正是时候。是只蝴蝶吗？按下 A 就能拍摄吗？好。你不给我调视角的，感觉不错哦。不是吧？应该是先移动再交拍摄吧。啊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这个很基本吧？玩动森的应该都会知道吧？好好。跟动身不一样哦。不能拍伊布吗？好，这样子。对。哈哈，而且我，游标移过去，它是显示他的名字还有性别，
这相机也太厉害了，马上知道它是公的母的。哈哈，就这样子吗？他还凹了一下。对啊对啊，怎么放大呢？ R 吗？ R 跟 L 对不对？啊？好不直觉哦。嗯。哦，要一直按着，放开就变这样子。哈哈。好哦，那当然啦、啊，动森都拍了3000张照片了。应该是用不到陀螺仪吧？哎、欸，糟糕，我把他对话讲切掉了。哈哈。好，我刚才也只拍一个啊，皮卡丘。来哟，我们就来评价，给他评价一下。选择皮卡丘的资料，然后选这个拍比较近的。哇，这个也有算了。好，我就看你怎么评分了。第一张照片是皮卡丘，100分。在你家外面养的不是吗？还在那边新发现，发现什么新大陆了？真是的，你是整天宅在家都没出门吗？嗯哼。好、哦，首先是姿势。姿势，这皮卡丘姿势应该还不错吧？感觉可以拿去卖周边啦、啊。这已经是说到最近喽。哦，要尽量让它在中间，而且面朝向我们，让宝可梦大大出现在画面正中央，然后按下快门，只要留意这一点就好了。嗯，非常粗暴、简单易懂啊。680、819、983，啊哈，应该很棒吧？1234，它有4个星。新发现的。哦，是我还没调查过的，所以是新发现，不是你还没调查过的。所以在我之前没有人做这一份工作，就是了。感觉怎么样呢？透过反复地拍摄与评价，制作专属于你的宝可梦写真图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目的哦。哈哈，所以你请我来这边上班，然后做我自己的图鉴，怎么人那么好？好了，那么差不多可以出发去冒险喽。哇，而且都用你们的器材啊，看来一切都就绪了。拍摄时就是用这台小艇，一边移动一边拍摄。那叫新一号。哦，会不会被灌药啊？可怕！在远的地方，它都能一瞬间就抵达，是很厉害的交通工具哦。我觉得博士你不应该窝在这种地方研究宝可梦，应该发明这些东西。你有办法发明这些东西，应该可以用它们来造福人类吧。我找了高手帮忙，直到最近才总算完成他的哈。高手是谁呢？在燃地的地方，各处都有强大的能量反应，这样会急剧化吗？等一下再说明嘛。啊，为什么要等一下再说明？让他一次讲完嘛。好，那我们就坐上新一号喽。希望不会有黑衣人过来给我们灌药。哦。
好哦，好高科技哦，这里兰蒂尔冒险记由大约100年前威克多队长这么快读取算快哦，我才念了一行字我马上看到哇，这样应该有拍到吧，这个嘟嘟力往这边看一下嘛，还有哪边有宝可梦呢？这个应该拍很好吧，这是什么？大牙梨，然后等走出草丛，这里，那张一定很棒，我也知道，不用你说，这是什么？刺尾虫，侧面而已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宝可梦。刚是不是有东西掉下来？这里也有刺尾虫，所以有时候经过也不要放弃哦，就有时候回头看，他们也会朝我们这边走过来。金奇花，这是宝可梦吗？植物型的宝可梦，但是鲤鱼王是不是？是不是有东西飞过去啊？奥古燕，哇，可爱，一次拍两只。飞走了，嘟嘟力，好快哦！等一下，五天鹅应该也不错吧？我还有63张照片呢，我是不是应该可以多拍一些？敲音猴，皮丘可爱，皮丘出来一下，出来一点，走出草丛，不要躲在里面，出来，往这边看一下嘛。我整个忽略敲音猴，皮丘，你这样子不对啊！好啦，拍一下敲音猴啦，有，终于，皮丘可爱，谁？大牙里刚刚有拍过了，还有哪边呢？天啊，所以情报量有点这里，哈哈，反正你怎么拍应该都是这个样子，帮你拍个两张啊。哇，在飞的奥古燕，这一张应该拍超好的吧？我看看，剩这只蝴蝶了，哇，这边这只好可爱。天哪，我是要拍几张奥古燕啊，好多花哦，什么东西在那边哇哇叫，这个也是吗？花疗环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也是宝可梦，这宝可梦我没看过，花疗环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哪边是它的正面？它正面长什么样子？哪边？前面这边这样我是拍太少张了，我太省底片了啦，还有50几张可以拍耶，我刚应该要连续这样恰一直拍下去才对的，可恶。好，没关系，这样我们至少学到了。你回来了，在弗罗雷自然公园调查还开心吗？那么就像刚才那样，挑选要让我看的照片吧。每种宝可梦各选一张哦。哇，这跟那个挑那个婚纱照一样哦，拍了很多张呢，我们要挑一张。这张应该比较好吧，正面，而且还有拍到蝴蝶。这个大牙里，这只有一张。
这个我觉得这张比较好看，可是它就是要正面的，而且正中间的、哦、这个比较中心点，我们就选这个好了。刺猬从侧面应该不太好，我搞不清楚它的正面是哪一个，这个吗？这是它的正面吗？选这个好了。傲骨燕，我觉得这张可爱，可是刚才那个助手说这一张应该会很棒，因为是正面正中间哦。你们觉得呢？可是这个有同伴呢，好难选哦。我觉得这张好可爱，选这个好了，因为有被称赞哦，被称赞应该是很好吧。啊，这种侧面的应该都拿不太到好东西。为什么这个是敲音口？我明明主角是皮丘，可恶！哎、欸，不是吧？好啦，啊、哦，有，这边有一个皮丘的。哪一个呢？这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交给博士看一下吧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是不是少按了蝴蝶啊？我以为蝴蝶拍过了，我就没给他看。嘟嘟哩，新发现的，哈哈，咦呢？他看起来很冷静，拍得真好。哎呦，哇，太好了，这分数感觉很棒哦。全身大大的拍出来，这是大小评价基准要记住哦。哈哈，这一张应该超赞的吧？大牙梨，新发现的，哎哼。应该也不错吧。哦，位置好像不好，是不是？确实，朝向镜头这点很不错。哎，跟刚才那一张分数差不多嘛。那表示呢，我拍的都很棒咯。3000多分呢，满分是多少啊？哎、欸，也不错哎、欸，它虽然不是正面的，但分数也不差。如果有拍到其他宝可梦的话，就会加分哦。这个呢，它正面到底是哪里啊？哦，姿势也是不错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啊，分数好像都差不多是这样子。看来我目前的实力就是这样的，这有被称赞哦，这张有被你的助手称赞哦，最好给我高分一点啊、哦！大小太，哇，分数不够高，我被他助手骗了，早知道我就选刚才另外一个，助手还跟我说这个比较好，可恶，只好下次再复仇了。他也不能相信那个助手讲的话。接下来是五天鹅，这是你第一次拍到他呢。哦，这个大小就很赞啊，哇，最高分呢！拍的又大又清楚，那个星星的颜色是不是长得不一样啊？所以超过4000分就有那个星星颜色，是不是？敲音猴，这是没调查过的宝可梦哦。啊哈，哇！好啦，这个我本来就不是要拍它，好了，至少还有个分数，下次再补拍好不好？这皮丘没办法，它就这么小啊，大小不能怪我了。哇，大小真的分数好低哦，其他宝可梦才加18分，因为它敲音猴，它存在只有18分。鲤鱼王。应该很棒吧？哦哦，哎，分数都还蛮不错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姿势是不是都只有500分呢、啊？很赞吧？所以我来说明一下调查等级吧。哦，原来现在也有等级哦。哦，天哪！等级一到等级二就要那么多分数啊！调查等级代表是各个路线的调查进度，
在等级提升后，说不定就能看到宝可梦不同的一面哦。哦，若想要提升调查等级，就需要去多观察宝可梦的各种行为哦。这样蛮有趣的，也就是说，收集新一到新四的照片是非常重要的。哈，新一到新四的照片，那它是怎么分的呢？填满写真图鉴哦，只要填满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你就去享受宝可梦相遇的乐趣，并且尽量多拍一些照片吧。好，刚才就真的是拍太少了，底片还剩很多。这些调查才刚开始呢，我相信一定没问题的，加油！哦，摄影体验会，我们直接拿到称号啊，称号还用礼物盒装，正中央。嗯哼，现在先不提晚上的拍摄吗？那部分就等它熟练一点吧。你怎样？晚上灯光比较暗吗？随时可以来研究室哦，毕竟确认写真图鉴也是重要的。等你到那里时，我会再说明的。好，我们就继续享受拍摄的乐趣吧。看来我们等级不够，还不能丢苹果。我们先到研究室看一下有什么事可以做。这里就是博士的研究室。不过你已经来过好几次了，哪有，才第二次来吧。博士就是在这里做研究还有开发机器哦。我觉得你家的博士应该真的该转职了哦。他好像几乎都住在这里。那么要简单说明咯。不是说我们收集到的资料会不断的被存进那边伺服器里。哈哈，就是那个粉红色的家伙在看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在这个地方呢，可以用那些资料做很多事哦。首先是写真图鉴，嗯哼，你可以翻阅自己拍的照片做成的图鉴，啊哈，专属于自己的写真图鉴，让人兴奋，对不对？还好啦。接下来是我的空间哦，那怎样可以跟你约会吗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相簿的照片，还有自己的冒险记录哦。相簿的照片是和图鉴分开储存的照片，哦。哦，相簿照片可以加工哦。我想想看，其他有什么？加工是指啊，之前宣传说可以做贴纸的那个吧？博士还有没有要先说明的事？哦、博士瞬移过来，咻！关于连线呢？啊，关于连线，这也可以连线哦。哦，看到其他好友的照片哦，我、哦、这还蛮期待的哦。你还可以送徽章给喜欢的照片哦。哦。那叫做苹果徽章，刷到时会很开心的。你也可以试着送送看哦。好哦。还有得分的排行榜，天哪！每项都是一试就能懂的。好的好的，我想这游戏应该操作都会蛮简单的。这么快又要去拍摄了吗？没错啊，你们不是叫我赶快去拍吗？我比较想拍你们身后的那只伊布，好可爱啊，他们跳来跳去了。告诉你一个调查相机功能吧。为什么上一场不告诉我呢？搜寻功能，用来调查周围的功能哦。你可以用它查询宝可梦的资讯，也可以用它来发现可疑的地方哦。哦哈，可疑的地方是，简单的说就是系统认为好像有什么的地方。天哪，你的这台相机太先进了吧？你听到了吧？我也不敢相信了。这大概是实际试一试比较快，所以又拜托你说明吗？啊，你刚才不是也不知道吗？交给我，那么现在就准备好你的相机吧。啊哈，哦，按下 X 就好了吗？好。哦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啊。好哦。好哦。哈哈，这时候按 X 吗？哈哈，要长按哦。好。哦咦。
因为也不是什么可疑的东西啊，就新一号不是吗？哦哈。哈，可是刚才没有调查到什么啊，真是令人觉得可疑。怎么了？好。什么呢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好哦，那应该可以拍到更多好照片了。我想我说明的很完美咯，谢谢你丽塔。使用搜寻能够知道很多事情，所以我建议你积极的用它哦。好哦，说不定有一些宝可梦藏起来就要用这个，那我们就走吧，再来前往弗罗雷自然公园。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地方可以去了。来了，这次呢我们不能省照片了。来了，哎，这次说不省照片马上就，哎，这一张应该很棒吧。哎，这里有皮丘。哎、欸，又是你们！哎、欸，哦，这个羊爆炸头水牛，一次拍两只牛啊！这边比较近，哦，还有吗？哪边还有？哇，上面也要注意，所以就有一些鸟就这样飞过去。哎、欸。哦，他这次，你怎么跑掉了？我才要称赞你，这次有走出来而已。嗯，来看一下，放弃他吧。哦哦哦，这里，长按一下。烤过的果实掉在地上，是宝可梦的恶作。哦，有，电飞鼠，糟糕，我只拍到屁股。他跑去哪了？电飞鼠跑去哪了？这个金奇花，弗洛雷岛的金奇花，有，这我已经有拍过了。不知道上一场拍的照片能不能也给博士检查。这个鸟也是吗？哦，这是五天鹅啊，五天鹅我刚才已经拍很好了，应该不用再拍吧。哦，傲骨燕三只傲骨燕，三只分数会比较多吗？哎呀，又是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怎么关系这么好？这次要来，你要拍到好一点的敲音猴，敲音猴。哎，有，他有感应，他有感应，往这边看，往这边看。哦，哎，就是皮丘有感应的，敲音不是敲音猴有感应，好吧。咕咕哎，可是根本看不出来。那是咕咕啊。哈，出乎预料的睡姿的确是蛮出乎预料的。可恶。这果实应该不是吧。又要到终点了，结果我还是剩五十几张，根本没拍到什么东西。天哪、啊。
我好不适合当摄影师。啊、哦，又来了！哇哇哇！好吵哦！他是转一次，他就要这样子叫一下吗？哎、欸，看一下，看一下这里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刚才有这个吗？花杰夫人。哦。哎、欸，往这边看，往这边看。上一场哦，呦呦呦。哦，这应该拍很好吧？哎、欸，这是他的背面。这个花环，我它的正面到底在哪里？啊！可恶，很好，信号一切正常。那不正常会怎样呢？太可怕了吧！好，我们这次来挑。刚才有拍这个，哇！我以为很正面，结果居然离这么远。那大张的话，是不是应该这个比较好？独独立，我们刚才也有一个新的爆炸头水牛，这个是正面的。被电鼠，虽然只有拍到屁股，但也给博士鉴定一下好了。傲骨燕，这是有三只的傲骨燕哦。哈哈哈。不是吧？这个你跟我说是敲音猴，敲音猴在哪里啊？好吧，我们就选一下。耶，这个皮圈应该分数不错吧？睡觉的咕咕。该选哪一个？啊，我们觉得都拍的不好啊。所以这个感觉，比较中间一点嘛。啊，这个最后一张，啊，这个应该拍的不错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交给博士看啦。看来上一轮拍的照片，没有选到，就是下一轮也就不能用了，这有点可惜啊。彩粉蝶这样子呢？真是太有魅力了，正在飞呢，很好吧？哦，所以正在飞的会比较不一样吗？哦，大小分数好高哦，耶、yeah, ！比上一张试拍的分数还要好，而且有拍到其他宝可梦加六十分了，耶、yeah ！好像也是一哦，就是没有到二，二要怎么拿到啊？嘟嘟力。嗯哼，这张有比较好吗？大小，哦，大小比较好，太好了，分数更高了。哎哎，没有哎，总计3811，上次有3864，哦，上次有其他宝可梦，所以加了311分。天哪，这样我们就还是保留这一张喽。爆炸头水牛。啊，真的太小了哦！但角度位置都很高分呢，好棒哦！电飞鼠，这个只有屁股了，我看博士怎么评哦。很有趣的行为，姿势550哎，居然比平常高了50分啊！但角度真的完全不行哦，296分而已。要注意别让宝可梦的脸超出照片的范围哦，没办法，他就不转过来嘛。哎，这样是新二哎，所以新一、新二、新三、新四的差别，应该就只是在于他们的动作不一样吧。傲骨燕，这是有同伴哦。啊，大小还是太小了。哇，这样我真的很后悔上一张没有选那个我喜欢的照片了，这是不能听那个助手的话，这。人生的黑历史，嗯，敲音猴，好，我看你这怎么评？他在哪？
大小49分，分数有够低的啦，因为我连他在哪边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皮丘这次应该很棒吧？哦，有大小，哇哇哇哇，耶！但选这一张啦。咕咕，哦，是在睡觉的。啊哈，这分数不高哦，因为他看不到脸嘛。花疗环环。分哇，大小太小了，其他都还不错。哎呀，好难拍哦！这花季夫人应该就拍得很好了吧？哦，哇，分数都很高，3991，赞赞赞赞！这样我有升等级了吗？耶、yeah, ，等级2了，耶、yeah ！你进到新的阶段了啦，再小的变化也都别错过，继续拜托你了。所以还是没有开启新地图就是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先把第一个地图用熟吧。话说这样调查有些进展，我有事情要报告一下啊。等你整理好照片后，我们再来说吧，敬请期待哦。哦，会是什么东西呢？好了，那我今天的实况呢，就到这边啦。嗯，我还蛮期待之后呢，还会有多少地区可以开放的。那我们就留着下一次再探索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